十聋九哑，他却成了特殊的一个。学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学葡萄倒吐葡萄皮。15年无悔付出，爱心终创奇迹。我就说，哎呀，我杨子会说话了。失聪女孩如何走出无声的世界？中华医药即将为您讲述杨子的秘密。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医药。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中华医药。对于生来健康的人来讲啊，能够听到声音，用语言表达自己，你不会时时意识到这有多么的宝贵。可对于那些生来就在这些方面有缺憾的人来讲，哪怕只让他们有一天的时间可以聆听，可以说话，那也是求之不得的。有一位17岁的女孩，她经历了聆听和表达能力的失而复得，帮她实现这一切的人被她称之为天使。别说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吃织哪个字啊？织毛衣，你说织毛衣。杨子今年17岁了，她和爷爷奶奶住在北京。而爷爷杨永强到现在还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教杨子说话。吃葡萄，吃葡萄，大吐葡萄皮。啊，比刚才好了，刚才好了哈，就老得练是吧？很幸福，我就觉得就像一个被那种巧克力围绕的那种感觉，这是上天给我最好的礼物。知足者常乐嘛，既来之则安之，是不是？哎，只能这么想。哎，那现在还因祸还能得点福呢，好像是。17岁的孩子还在学说话，有些出人意料。然而，这对于杨子却像是吃饭睡觉一样，再平常不过了。这样的日子，他和爷爷奶奶已经过了15年。吃葡萄，吃葡萄，吃。1992年10月6日，杨子出生在河北省涿州。因为父母工作繁忙，所以从小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因为我就喜欢女孩，哎，我们家里也没有女孩是吧，生一孙女多好啊，是吧？所以呢，在她出生之前，我对她抱着希望特别大。因为她爷爷爱唱歌，所以我们也想的就是说，将来我们的孩子也是会能歌善舞。因为把小孙女儿当作宝贝，所以从小爷爷奶奶就开始给她拍摄家庭录像了。自打杨子一降生，杨永强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抱着他跳舞，老抱着跳舞，跳哒哒，按着那节奏哈，哒哒哒哒哒哒，老抱着跳。哎，我跳惯了他哈，我刚一坐下抱着他，他都不叫，还叫我抱着他跳跳跳。而杨子似乎真如爷爷奶奶所期望的那样，对音乐舞蹈有着特殊的兴趣。这个孩子从小就显得那么与众不同。嗯，我和这谁到人家串门去，人家小孩哈，哎，你当当当一敲门，出来，他比如说小孩正在睡觉呢哈，他的家长和什么人出来了哈，小声点，啊，孩子睡觉了，哈，怕给孩子吵醒了。可我们杨子呢，啊，从来就没有说怕声音给他吵醒了，没有，我们就一直认为，嘿，这孩子还挺老实的，挺乖哈。然而，随着杨子一天天长大，爷爷奶奶渐渐发现了些问题。2岁多呢，有的小孩就都会说好多话了，可我们杨子呢，都到了2岁多，快3岁了，还不会说一句话。这是杨子快3岁的时候拍摄的录像，我们确实能清楚地听到，此时的他嘴里虽然能发出声音，但显然不是语言。最后我就跟他爷爷说，我说咱们是不是上医院看一看去？完了以后，那个大夫哈，就给你坐在这儿哈，在他背后哈，这么一拍哈，没有反应。当时医生就说神经性耳聋，左耳损失110分贝，右耳损失120分贝，还没有引出来。当时医生说全聋。这个消息让老两口懵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视作掌上明珠的小孙女儿竟然是个聋儿。我跟他爷爷确实在这儿确实是哭了，我说这一下可能全完了。这一下医生说
这样的孩子我们见得多了，说这孩子呀聋是肯定聋了哈，但是呢我是打针吃药哈，也不会起多大作用的。那段时间为了医治杨子的耳朵，老两口早已没有心思给他拍录像，而每当带着杨子出门，爷爷奶奶的心情就会更加难受。带着我小孙女哈出去玩的时候啊，看见人家的孩子哈，两岁多的孩子啊，又能说儿歌哈，又会背唐诗哈，还会说绕口令，每当这个时候一点了，心里总是一片空白，脑子里我就默默的说在心里，杨子啊，你怎么是个聋孩子呢？你怎么就是个聋孩子呢？如果你不是聋孩子，你不是爷爷可以教你这些绕口令啊，是不是？背唐诗你也一定会的。我就是当时心里很矛盾，我就说哎呀，我说真的我都不想活了，我跟他爷爷说，我说我干脆抱着杨子一块儿死了算了。神经性耳聋到现在都是一个世界性的疑难病症，很难治愈。而杨子左耳失聪110分贝，右耳失聪120分贝，这不过是一个专业术语。我们在这说简单一点，那就是如果杨子不佩戴助听器，那只有飞机起降这么巨大的声音他才能够听得到。因为这种耳聋出现在学习语言之前，处在无声世界中的杨子极有可能会因此而不会说话，那么他未来很可能就是既聋又哑。杨永强夫妇曾经对这个孙女抱着那么大的希望，如此残酷的现实他们怎么能接受呢？这个被医生认定为几经全聋的女孩能走出那个无声世界吗？来了。喂，杨子啊。抓个东西呢。干嘛呢？干啊，你干嘛呢？收拾东西呢，差不多了。现在除了能打电话，杨子跟我们交流也没有任何障碍，而且他还给我们表演了一段绕口令。红红火红本当老给新人家是送光荣灯，灯灯火粉红灯老给新人家是送灯光荣，红红火红本当老火粉红灯老，灯灯火粉红灯老火红本当老。虽然杨子的发音并不是十分清晰，但是这背后却有着爷爷奶奶付出的无限心血，是吧？啊，来，再教你哈。在杨永强后来拍摄的录像里，很多内容都是类似这样的场景。自从他们为了医治杨子的耳朵来到北京之后，不停的说话就成了生活里最主要的内容。平常出去啊，爷爷一出门，爷爷就把我抱起来了，然后呢就跟我说这是大树，然后这个是花。不管是大商场、小商场、公园、动物园哈，什么圆明园了、颐和园了，反正所有的大小公园吧，我们都带他去。对，就是不停地跟他说，见到什么说什么，根本就不像正常在过日子了。吃饭呢都在不停地在吃，都在跟他爷爷在不停地跟他讲。因为老师讲了，就要跟孩子多说话。怎么说？哎，就怎么说法，就是不停的说呗。杨子起床了。这是杨永强在聋儿康复课上学到的知识。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这样做是否会有结果，只是从此之后，这些地位拍摄的影像里，总能听到他一刻不断的声音。听见了吗？啊。啊，听见了哈，现在穿衣服吧，啊，自己穿衣服啊，爷爷一会儿就能吃完了。有那么一回哈，我在公交车上啊坐下以后，我就还会跟他说哈，我说你看哈，你看这车上哈坐着的、站着的哈，都是乘客是吧？那开车的呢，那司机叔叔哈，哎，售票员叔叔，这是售票员阿姨啊，哎，我就不停的跟他说，这是就有一个两个姑娘哈。站到后边那儿啊，虽然声音很小，但我也听见了哈，真贫哈，说我真贫啊。我当时呢，我就是看看，我说对不起哈，我说这孩子是聋孩子啊，我孙女我正在教他说话呢。这是杨子家里一辆特殊的三轮车，
我们在很多张照片甚至是 DV 影像中都看到了他。然后可能走的路很长，然后爷爷会背抱着很累，然后换奶奶，然后奶奶就背着背着，然后呢因为奶奶她背着我，她就没她说话我就听不到了。助听器在还她还没养成聆听习惯的时候啊，还没掌握大量的词汇跟语句的时候，它的有效距离就是一尺以外一米内，而且要看你的口型。突发奇想，然后在前面按一个车座，然后那时候他让我坐上去，然后我就坐上去，哎，我觉得听爷爷说话很清楚。其实除了每天不停地跟杨子说话，杨永强还真是想了不少的办法，然而小杨子却就是不开口。快点啊，听没有？我就说杨子啊，你要不然你骂奶奶，所以当时其实这种叫法是不对的，但是就想让他能发出这个就这句话来。当时杨子已经3岁多了，眼看着怎么尝试都不见效果，虽然他们还在每天陪伴杨子玩耍，但心里却心急如焚。也你要说累吧，也没觉得太累，真的这不是很那什么呢，因为爱他呗，哎，就是想叫他能够学会说话。时间到了1996年，杨永强夫妇走过了度日如年般的3个月。啊，当时我可能还小，不知道为什么，啊，爷爷怎么哭了？然后就给爷爷抹眼泪。但是我们就很高兴了，毕竟他开口说话了。小孩子学会运用语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全身各种感官的配合，但是最为重要的呀，就是听觉，因为语言最终的表达方式是声音。只有听到别人说话，大脑皮层的听觉部分才能够对语言产生反应，记住这些声音，然后才能模仿这些声音，学会说话。但是杨子在3岁之前听不到任何声音，当然也就没法去模仿，更不能去说了。那如果要是这样持续下去的话，结果肯定就是又聋又哑。后来带了助听器，能够听到一些声音了。但是杨子得的是神经性耳聋，听觉神经和听觉中枢对语言产生印象的能力和时间还是比正常人要慢很多。这就是为什么爷爷奶奶对杨子不停地说了那么长时间，杨子才能够开口发出一些不甚清晰的声音。但是这已经让杨永强夫妇欣喜若狂了，可是这份喜悦很快就被冲淡了。79，你说7块9，1块9啊，7块9，好嘞。这是爷爷和杨子当年常玩的买东西游戏。听着小杨子把自己叫他说的7块9，一次次说成79，杨永强当时就意识到自己需要寻找些新的方法。他说不好，这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也怎么办不了，是不是？杨子数一数，1、2、3、4。爷爷小时候他会给我买一些很多很多小动物，然后呢，我会觉得养了宠物以后，我和爷爷就是说沟通的话题会更多。你怎么跟他说呀？是不是？你只有在这些情景中把这些词句都加进去。而从那以后，杨子就开始多了很多同龄小朋友不曾有过的经历。你要下大雨，我们小区里下大雨，因为当时那个下水也不好哈，你一下大雨哈，那水就积这么厚。啊，别的爸妈妈都不让孩子出去玩，那爷爷不会，爷爷就是他会把我拉出去，然后呢踩水花玩。你看冒泡了哈，你看这雨下来那儿好多泡泡是吧？你看，哎呀，这水好深呢、啊、是吧？甚至于有时候啊，我知道那水深，我都假装的哈往那里走，哎呦，掉下去了是吧？你看这水都浸到那个鞋里面去了。两个人跟那个怎么说呢？跟那个玩伴一样吧，然后在那哇哇哇就很疯狂，然后弄的衣服都湿了，湿湿哒哒的回家。
此时的杨子随着语言在一点点进步，人也在一天天长大，他也开始慢慢理解爷爷奶奶的良苦用心。我问爷爷给你爸我录像，你给我录像行吗？怎么半夜的时候吧，咱俩睡觉，然后呢我就路过嘛，然后发现爷爷那屋子亮，是亮的，然后一看爷爷就在那写东西。这杨子在学会说话以后啊，我总是夜里啊落一个失眠的这么一个毛病，我就心里有很多话不知道跟谁说，知道吗？我就写。看到爷爷每天夜里都在写东西，当时还不到5岁的小杨子给爷爷写下了这些文字。爷爷您好，我知道您每天晚上都写我是龙儿，我知道您很伤心，请您不要再往下写了，您太辛苦了，您要保护好身体，尊女家喜行，多多休息。我看着这封信，我边看边哭，我的样子动事了。祖孙的共同努力让他们心心相通，在这件事情过后没多久，另一件事给爷爷奶奶带来了莫大的惊喜。爷爷录像吗？爸爸，爸你说什么？一次就是他爸爸出差去江苏，那次打电话，我就跟奶奶说我要接电话，我跟爸爸说话。没想到这一串话呀，说的我跟他奶奶就哭了。就说爸爸，您注意身体，别喝酒。我跟他奶奶，哟。杨子能够把我平常教的这些单词能够组合起来说成整句的话了，那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就说哎呀，我杨子会说话了，说这么长 一段句子了，反正真的那眼泪就是真的刷就流下来了。因为爷爷奶奶的努力，杨子确实能够说出一些简单的词汇了，但是这只是完成了学习语言的第一步，模仿。因为要学会运用语言，还需要调用触觉、视觉等等来理解每一个声音都代表着什么意思。显然3岁才开始学说话的杨子还做不到这一点。杨永强后来采取的办法就是在不同的场景里做不同事情的时候读出相应的词语，这样一来杨子自然就能够理解各个词语的意思，慢慢的也就能够运用这些词语和别人进行交流了。杨永强虽然当初只是摸着石头过河，却无意之间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聋儿语言康复之路。其实啊，就是人们常说的情景教学。聋儿康复机构也会这样做，但不一样的是，杨永强对杨子的这种教学却是日复一日，并且是一对一的。多年的坚持终于见到了效果。为了陪伴杨子上学，爷爷奶奶也和他一起住在北京。15年来，在爷爷的教导之下，杨子的语言水平突飞猛进。他如今在北京一所聋人学校读高二，一直都是个优秀的学生。这是今年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吧，然后参加乒乓球，参加的是北京市西城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拿的是第一名，然后是我第一次拿的乒乓球第一名，然后那时候可把我乐疯了。通过努力，杨子还跟爷爷学起了乐器，虽然只能吹一些简单的曲子，但已经圆了老两口当初对他的期望。17年的特殊经历，三个人已经无法分开。如果他比如到长春，也有可能的话，也许我们就过去，那就有可能。反正我们总是跟着他。要在北京的话，我们就还在这儿住。我们总是跟着他，他在哪儿我们就在哪儿。我就跟他说，我虽然可以，就是说陪伴你这么多年，我不要求你将来怎么回报我，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高高兴兴的就可以了。虽然可能以前会在叛逆期的时候会埋怨了，爷爷为什么会让我听不见啊？为什么会让我跟其他同学不一样？我可能心里会有一些埋怨，但是我觉得相反的，老天爷他是公平的，他不会说给你一个灾难以后再给你个不断的灾难，他反而会给你开另一条路。然后爷爷奶奶可以说是他们的给我的天使。
杨永强不仅用多年的坚持帮助杨子学会了说话，而且还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了其他聋儿家长。几年来，经过杨永强的帮助，已经有十几位聋儿都学会了说话。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老人，确实不是每个人都能付出这样的心血和耐心的。好了，稍后请您继续收看《中华医药》。严重月经不调让她做母亲异常艰难，西药治疗无功而返，中药治疗进程缓慢，如何让她尽快做母亲？双管齐下治不孕，洪涛信箱即将播出。广西南宁的小李今年28岁，他刚做妈妈2个月。哎呀真乖，哎呦我小朋友玩多这样子。这边现在给孩子起名字了吗？哦，起名字了。原来呢他做了他名字的话，爸爸妈妈帮他起叫做罗欣慰，这时候有了这个宝宝，这时候很欣慰嘛。为什么有了这个宝宝你会叫做欣慰啊？这时候我们也是努力了很久啊，所以说好像他就是很欣慰嘛。小李2002年结婚，2009年做母亲，在这7年里，他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付出了种种努力。之前结婚那也是年轻，就是还不想要小孩那么快，现在到基本上大概到2005年这样子的话，2004年底到2005年开始，我们都有这个计划，因为我们也要努力嘛，努力几个月了，我说怀不上。想做母亲，却迟迟没有结果，这让小李夫妇感到有些意外。我们就去医院检查嘛，然后医生就说那个内分泌失调引起的不孕症，首先这个字的话要把月经调得正常。医生的话让小李突然明白，做不了母亲原来和自己一个持续了近10年的问题有关系。因为我之前我月经也是不调不正常那种，2个多月3个多月也有，我有2个月都不来，我的来就是都超过20几天，我的这样子来的是极少的。就是到后面的话就是要靠药物来维持，吃药的话就会来，不吃药的话可能就不来。而且那时候还年轻一点就觉得不来就算了，有时候来挺烦人的。原来小李从17岁开始就月经不规律，到2005年这种情况已经接近10年了，没想到这居然是他做母亲的巨大障碍。吃那个促排卵呢，反正他就是用我记得那他用妈富来给我调月经，有3个月是吃妈富，他用西药来调的话月经还是准了，但是到后面的话也就是等于说变成不吃药更加不来的那种，也就是这样子了，回到原位了。除了妈富隆，在长达1年的时间里，小李还尝试了各种西药。该用什么药物的话他都开给我了，我都吃了，但是就是效果不明显。四处求治1年来，小李依然没有怀孕，他感到压力很大。我们这里的20岁、21岁以来的都是很多人都结婚了，女孩子这里结婚挺早的，这里是我们这个郊区这里这地方人，所以说你上那个年纪啊，一般孩子都很挺大的，你还没能做母亲，你想想看，在我们这里是农村的嘛，那农村农民的观念的话，我那没有那种都市的女孩那么现代，就说肯定要有一个自己的小孩，心情不好啊，烦躁啊，跟他说两句。他不爱听，他都跟我急啊，他都骂我了，马上回家，饭都不吃，傻了碗了走，控制不了，反正整个人很急躁，讲一句话不好听的话都想发脾气了。您看，小李的巨大压力都和他从17岁开始的月经不调有关系。当年虽然他也知道这不太正常，但是没有想到竟然成了他婚后做母亲的巨大障碍。既然如此，按理说用药物尽快让月经规律起来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进行了1年的药物治疗还是没有效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月经不能按时的话，就是任脉，就是管这个怀孕这条经脉不旺盛，还有冲脉，这个血海里面也有问题，冲任不能通盛，所以她就不能怀孕。我还是挺糊里糊涂的，反正就知道是内分泌失调引起。2006年秋天，姐姐陪着焦急的小李来到广西中医学院附属瑞康医院，李丽医生发现了小李的问题所在。从望诊来看，形体肥胖的人都是脾虚痰湿之体，脾虚肯定讲到肾虚，中医来讲就是湿性，就是重浊黏腻，就是不容易去，因为它本身脾肾亏虚了以后，这个湿呢是一种代谢的产物，水湿啊痰湿啊会涌至它的子宫里面，子宫啊子宫和子宫周围的经络都被这些痰湿啊脂肪都堵塞了，可以这样说，所以它就很难受精。形体肥胖竟然和不孕有关吗？小李还是不明白，不过这倒是个事实。反正结婚之前嘛，我就是90几斤，因为我到后面胖了是120几斤嘛。变形了，本来我妹是比我还漂亮的长，她年轻的那个相片啊，很好看的，那身材啊，真的。现在也好像都不像她了，变了。像小李这样严重的月经不调，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啊，是女性卵巢功能失常，不能按时排卵，最终导致不能孕育。而中医啊，其实这样认为的，在《女科经要》这部书中说，冲为血海，任主胞胎，二脉相滋，故能有子。您看看，冲脉在这里，对女性来讲，它起于胞宫，是全身气血运行的要冲，被称为血海。女性发育成熟，冲脉通畅，月经就会按时。而您再看任脉在这里，它也起于胞宫，对女性来说，全身阴血经任脉聚于胞宫，任养胎儿。只有任冲二脉功能协调，相互资助，女性才能够孕育。而小李的月经不规律又不能怀孕，说明她的冲脉任脉不通，彼此不能协调，这就涉及到了脾。脾主运化，它既能够输送营养到全身各处，又能够清除代谢产物。那如果要是脾虚的话，那就是代谢垃圾啊会运化不出去，会积聚于体内，人就会出现虚胖，久而久之代谢垃圾还会化为痰湿，阻塞经络。中医讲脾统血，脾虚则血少，冲任失养。脾虚啊，不仅能够导致女性血少，而且由于痰湿阻塞了冲脉和任脉，还有可能会造成气血不通、月经不调，甚至闭经，继而不孕。同时啊，这个脾虚导致营养不能够滋养全身，最终啊还会造成肾虚。而我们知道啊，肾主生殖，同样它也会影响到女子受孕和妊娠。这正是小李身上出现的状况，那中医又怎么去解决小李的问题呢？他现在表现的一个是闭经，一个是肥胖，一个是不孕，所以呢，按照我们中医的这个理论，首先经调，月经调和才能够受孕，所以第一步首先要调经。我们中医这个调经实际上包括了西医的促排卵这个概念在里面了。调经呢的过程中，实际上假如它各方面正常也可以怀孕。我还是想调月经，但是的话能怀上孕更加好了。对李医生的解释，小李也许并不十分清楚，他只是想赶紧让他的月经正常，能够做母亲。治疗他这个病呢，首先要给他一个是要补脾肾，补益脾肾，还有养血调经。所以呢，四物汤的主要作用呢，主要是补肾养血调经的方剂。四物汤呢，它的组成主要是熟地、当归、川芎、白芍这四个药组成的。李医生认为，调经养血是针对小李症状的，而清除体内的痰湿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二陈汤呢，它主要是一个健脾燥湿的方剂，里面呢它有陈皮、有炙甘夏、有茯苓、有甘草，只要有肾气旺盛了以后，
这个脾的功能运化的好，肝的藏血功能好，这样呢它才能够达到受孕的这个基础。又是养血调经，又是造湿化痰，从此小李就开始日复一日的服用中药。但是那个中药的话确实是很难喝，反正每天喝中药都是像一个有一个任务在那里，一喝完了就等于像完成任务一样轻松。虽然李丽医生讲得头头是道，但实际上小李还是有点观望的态度。不过出乎他意料的是，在吃了一个月之后情况有了改善。起码说我每个月能按时来，但是我推迟的话可能也就推迟七八天或者十天，不，但是都能来，不能来多来少他都能来。原来他是三个月啊，六个月才来一次，最后给他调了30多天来一次，能够有自主的月经，说明他卵巢功能有部分恢复了。那既然月经来了，可能就对受孕的机会就比较大了，所以说是很高兴的。治疗见效了，小李似乎很快就能做母亲了，可是一晃几个月过去，他却并没有如愿以偿。我每个月去监测那个做那个卵泡嘛，啊，每个月都排得很好的，每个月都排卵，但是那几个月就是怀不上。检查啊，看到时候别的医院的把全部都检查了，但是也没见到什么问题，就是怀不上。我又怕说是不是那个药效又过了，或者对我久了耐药性了，因为又没有用了。药已经见效了，可是小李还是没有怀孕，是用药有问题吗？让我们来看看李医生用的药四物汤。这个四物汤啊，被誉为妇科养血第一方，它是由当归、川芎、白芍、熟地黄四味中药组成的。而这个熟地黄它就主治阴虚血少和闭经，而这个当归和川芎啊都是可以活血化瘀、疏通经络的，这是要调理小李的月经。而这个二陈汤则是千年治痰名方，是由炙半夏、陈皮、白茯苓、甘草组成的。这个炙半夏呀，它主要是针对脾的湿气，可以燥湿化痰；而这个陈皮呢，可以健脾理气；还有白茯苓能够健脾化痰；再有这个甘草，它也是能够益气祛痰的。这是要驱除造成它月经不调的根本，也就是健脾的同时驱除阻塞冲任二脉的痰湿。听起来是又治标又治本，也的确产生了效果，可是为什么还是不能圆小李的母亲梦呢？他来的都不像以前那么勤了，来看病往往有时半个月一个月才来一次。后来就是说最后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心情很不舒畅，问他几句他也好像都没好气的回答我，所以我就知道他的压力非常的大。没那么快治的好，他也说，但是没说多长时间，他只说一般三个月的话就一个周期吧。因为怕打击小李的信心，李丽医生并没有告诉他确切的治疗周期，但那确实是个需要耐心等待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就是说以前估计可能要4-5年，可能像他这样的病。就在小李焦急万分的时候，家里发生了一件事。清明节我们会回老家拜山嘛，然后呢那老家的兄弟啊什么就问他们，哎，什么时候有孙报或者怎么样啊，我们也不敢人家说哦，我得那个不孕症要治疗。结婚以后，小李夫妇一直和兄弟妹妹住在婆家，一直没有孩子，他承受的不仅仅是自身的失望，同时还有周围的压力。恰恰这个时候，这个大家庭里的另一个成员怀孕了。我跟我嫂子差的话，我就是大她3岁嘛，然后呢，我爱人跟她哥哥反正是双胞胎，但是当时的话，她怀上了，反正就觉得挺受打击的吧。哎呦，干嘛人家那么容易要小孩，我要治疗那么久，又喝那么多药，我睡不着觉。那他过得不开心，老找我发脾气，我也难过。喝到后面就一罐一罐喝下去，嘴巴都麻了，都是这样子的。显然，小李和他家人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
在又一次门诊的时候，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爱人他也说了，如果真的实在没有那个，他就打算他说要么首先去做试管婴儿吧。他说如果，因为我们也问过人家，他说做试管婴儿也不是100%的成功率，然后他说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就领养。小李这个病呢，主要是比较病情比较重了，他的病史比较长了，像这样复杂的病例呢，单纯用中药或者单纯用西药都不一定能够达到这个预期的疗效，唯一能达到效果的就需要用这个西药来帮助一段时间，可能会加快我们的治疗的进程。可能有人会说了哈，既然中西结合能快点，那为什么不早用呢？其实啊，问题没这么简单。小李的不孕症是脾肾亏虚导致痰湿阻塞冲任二脉引起的，而滋补脾肾疏通冲任二脉，那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它包括了恢复卵巢功能，还有内分泌平衡等等这样一些内容。这些问题不解决，小李就不能正常排卵，更不要说怀孕了。他当初服用西药无效，就是因为没有解决上面所说的根本前提。但是痰湿重浊黏腻是很难清除的，这需要非常缓慢的过程，有的人啊甚至需要几年的时间。女性的生理周期平均长达29.5天，那经过治疗，小李可以稳定在35天左右，这只是一个边缘水平，仅仅意味着她的卵巢功能部分恢复，要趋于正常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她又等不了了，可是这个时候加西药时机是否成熟又不太确定，李丽医生只能试试了。为了加快治疗的进程，在慎重考虑之后，李丽医生在小李的处方里加了一种西药。西医促排卵药呢，就是氯米芬，我就用了这个药物。这个药呢是月经刚进第5天开始吃，每天吃一片。可是小李发现，这次的药物正是他之前曾经服用过的。西医的医生也开个那个药给我，但是效果不太明显。就说你现在再开给我的话，就说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小李在担心，而李丽医生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小李还没有恢复，这时候用西药也是有一定风险的。打个比方说，这个人本来他是可以走一点的，但是呢我们想快一点，我背他走，但是呢我背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因为他的脚不用，慢慢就废用，他的卵巢也是这样。假如都是依赖这个激素来治疗的话，他就会出现自己废用性的萎缩，所以一般我们开西药我们都很慎重，不超过3个月的。不管他用什么手段能让我怀孕就好，再苦的说再辛苦我都不怕，就是这么一句话。结果到底会怎么样，只能由时间来决定。在小李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了3个月之后，他又一次来复诊了。那一天他来了，很沮丧，说李教授，我的月经又不来了。我心里面一听啊，我说怎么又不来了，是不是又回到从前了？身体不是很舒服，整个人比较急躁。那时候我就记得怎么姐的老姐他们煮菜越来越不好吃的呢。一打他的脉一摸，哎，他的脉有点华丽了。我说你马上去测一下尿看看。哎，没想到一化验真的是怀孕了。哎呀，我们高兴的，我真是很激动。那天刚好是10月初10，我爱人他回老家拜山嘛。当时我上班，那我记得我上班我就没有回去。我就没有回去，以后呢他回来，哎呦，真的就高兴嘛。真的那个事情挺高兴的，回来就两夫妇一个晚上不睡得着。现在终于我还能做个姨妈，我能高兴吗？2008年10月，小李终于如愿怀孕。2009年7月，她顺利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欣慰。嘴巴在这里，咦，姨妈在哪里了？姨妈，嘴巴在这里的。呀，揉两手指。过来玩，再来个宝宝，来个娘妈呀，再来个狗，再来。因为痰湿阻塞经络，冲任不通，或者说卵巢功能没有恢复，体内适合生育的环境不佳，
所以啊，小李当初吃西药没有效果，而这次治疗有效，说明经过中药的调理，她的卵巢功能已经得到了恢复，生育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了。那在这个基础上再用促进，所以啊，事半功倍。好了，观众朋友，这期节目到这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别忘了中华医药牵挂您的健康，下周见。